我只能做我该做能做的，至于其他做不来的，往能力范围外的，就要交给人家做，做事要牢固、戒，务必务必啊！这会跌倒的，不要务必哦，千万别务必呀、啊！现在这个世界啊，为什么？然后说我看见，然后那个神经病在录影，那神经病又在录影。这个世界啊，现在啊，真实啊，比什么还要重要。靠舞弊的人都可以得胜呢、欸，现在靠作弊的人啊，都可以得胜的哦。那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？这么多的污染，海洋的污染，河川的污染，啊，各个方面的污染。全世界没有什么人在正视哦，因为大家都被这个很可怕的恐惧啊拉得走。什么可怕的恐惧啊？像是什么啊？我的钱哪里来？哦，下个月的那个生活经费怎么办？还有什么啊？怎么办？我不敢出门，外面我会得病，会死掉。你这个政府让我们现在要害怕空气耶，空气不是应该是最美妙的吗？水不是应该是最美妙的吗？海洋哎、欸，不是应该是最美的吗？第一步都走不出去了，慌啊！这个慌啊，哪里来呀、啊？其实呢，就是我们的吃的化学产品里面来的，这叫慌。化学产品啊，你试试啊，吃个，比如说吃个泡面啊，喝水啊，从那个 tap water 啊，那个水龙头里喝的水啊，里面就有化学添加物哦。在美国来讲啊，其实呢，这个水啊。可以直接从水龙头喝的，那现在没有人敢喝呢，是因为现在这个疫情的关系，哎，大家不敢喝了，不敢喝了。好，然后呢，你说呢？这个水呢是流过地下，经过很多很多人，然后呢又接到水管，说哦，很脏很脏很脏，会跌倒。这个不应该多讲，水里面有讯息啊，所有东西都有讯息，化学产品里也有讯息要讲。Vision need to be purified. Vision need to be purified. 大部分的人哦，看事情哦，看不准，需要参考很多资料、数据来证实。现在发现哦，大部分的数据啊，都很容易舞弊呀、啊，为了包装啊，一些啊。说白了就是世人啊是很贪婪的。有首歌，1985年3月15号发行。Tears from the fear, tears for fears 是什么意思？把自己的眼泪献给那些害怕的人们。Everybody wants to run the world，没人呐、啊，很奇怪哦。现在的人呢、啊，
想要都是怎么样子去征服世界，只想着自己，一心只想着自己，想着利益，迷失在利益，迷失在这些外面的人啊，外面的人啊，加诸给我们的一些害怕里，害怕是怎么样的频率啊？一个上冲，一个下冲，不平衡的频率，摔跤、跌倒的频率，它在很奇怪哦，它就在哦，上下是有两个圆的，上下是有两个圆的，时时刻刻时空都是交叠的。时时刻刻，我们都在跟无形界、有形界聆听啊、学习啊、前进啊、后退啊，一步一脚印啊。我们跟的是什么声音啊？最重要，找到自己身体啊，极限也很重要。每个人的身体有极限，每个人的身体有极限，有伤。每个人啊，伤痛里面啊，其实啊，当伤痛被释放的时候，我们的人呐、DNA 是会转化的。当我们的伤痛被释放的时候，我们人 DNA 是会进化的。我在讲什么？我再讲一次。当我们远古以来的伤痛被释放的时候， DNA 是会进化的。痛有分心痛就痛啊，上辈子的带到这辈子没解决，继续解决；这辈子新产生的，这辈子没解决，下辈子再解决。唯一能够生存的点，就是跟他的宿主一起同样的生存。哦，是个循的过程。然后呢，我刚刚在打坐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其实